本节目部分镜头可能引起不安，敬请留意。嗱，同大家玩下游戏，大家睇住个电视机。而家呢张图咧，除咗黑色、白色，你仲睇到咩色咧？你讲啊。啡色。灰色，有冇第二色嘅咧？咩色？冇啦，系灰色。真系灰色，因为你黑色、白色，有时你嘅错觉令到你认为有一啲系灰色嘅。冇错啦，咁嗱呢张图有三个立方，咁边一个最大咧？头嗰个最大。中间嗰个最大。啊，其实唔系嘅，呢啲错觉啫，因为三个立方体完全系一样大细嘅。你三张图咧，呢三角形，你睇到有几多个三角形咧？三个。三个。仲有冇？五个。最多嗰啲睇到八个，其实都是错觉嚟嘅，应该就两个嘅。大家又睇下荧光幕咯，你哋系咪睇到啲细路仔高大嘅大人嘅咧？系。咁知唔知点解啊？唔知啊。啊，唔知咧。咁呢个其实系一种错觉嚟嘅，因为嗰个细佬哥咧就企近嗰个镜头，而嗰啲大人后边嗰道门实在好高嘅，咁所以令你觉得嗰个细佬哥真系高过个大人。咁所以话咧。真係視若無睹，有時你睇到都好似睇唔到咁。或者係視若無睹，即係個視力太弱咧，睇唔清楚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關於眼睛嘅疾病啦。係咩疾病啊，李醫生？今日講嘅係眼睛有三大無聲殺手。哇！無聲殺手咪即係唔聲唔聲，整盲你隻眼，咁好得人驚喎。真係㗎，不過在於暴露呢三大殺手之前啊。我哋不如了解一下呢個受害者先啦。咁即係我哋嘅眼睛啦。哦，咁我哋都可以利用個牛嘅眼睛嚟到了解佢嘅構造嘅。一齊睇下。簡單嚟講，我哋眼球嘅構造同牛嘅係差唔多嘅。眼睛前面嘅一塊叫做角膜，佢係透明嘅，光線可以進入眼內，同時角膜好堅韌，有保護眼球嘅功用。呢一块系虹膜，虹膜中间嘅窿就系瞳孔啦。光线可以穿过瞳孔进入眼内。虹膜系一块肌肉，佢可以收缩或者松弛嚟控制瞳孔嘅大细。喺虹膜下面呢一块系晶状体，围住晶状体嘅呢一个圈就系一块环形肌肉。呢一块肌肉可以改变晶状体嘅厚度。如果将晶状体切咗出嚟，就会发觉佢系一块凸透镜，可以将光线折射落眼球后面嘅一块膜上面。呢块膜叫做视网膜，上面有好多感光细胞，光嘅刺激就系经由呢条视神经传到大脑，我哋就睇到嘢啦。喺视网膜上面有一点系冇感光细胞嘅，叫做盲点。视神经就是由盲点离开视网膜。李医生，我们稍微了解了这眼睛的结构，是不是应该是时候暴露这个杀手的真正身份呢？是的，那这个杀手的名称就叫做青光眼。据估计，本港约有2%至3%的人口是患有青光眼，即是大约150,000人。所谓青光眼是由于眼压过高而引起的一种眼疾。眼压是指眼球里面的压力。眼球压力的高低主要是视乎眼里面的液体，学名叫做防水的多少而决定。当眼里面的防水流出而被阻塞的时候，眼压就会升高。过高的眼压会破坏视觉神经、视野和视力。我哋就称之为青光眼。除咗先天性青光眼之外，较主要嘅分类应该数急性同慢性啦。咁我哋怀疑你有呢个急性嘅青光眼啊。咁我哋同你检查下眼咧。急性青光眼通常系前房角排水通道完全或者近乎完全闭塞，眼压急升，患者视力急降。眼球剧烈胀痛同埋充血，角膜就呈现混浊同埋水肿嘅状态。看光点时时会出现彩虹圈，此外仲会有头痛、作呕、作闷嘅感觉嘅。延迟医治系会有失明嘅危险，但系急性青光眼嘅病发系有迹可寻，反而唔及慢性青光眼咁可怕。慢性青光眼有无声杀手之称。
它最大的特征是患者在患病的早至到中期，直视能力完全良好，可以清楚地看到事物，只是侧视能力逐渐失去，视野范围缩窄，就好像这幅图画一样，中间景物清晰，但是旁边的景物已经渐渐被遮盖，最终是视神经会逐渐坏死，直至中央视力受损，患者完全失明为止。即系初中嗰阵时候咧，就觉得个眼唔妥咧，就去见个眼医生，亦见个医生，医生就同我照下咧，佢话你个眼可能逆气啦，你冇咩事嘅。陈伟明五十几岁，一年前发觉眼蒙去睇眼科医生，医生话佢热气，于是一路冇再理只眼啦。近期发觉右眼有啲胀。而右眼的视野就很窄，只是看到中间一点的景物，即刻再找医生查啦，发觉是慢性青光眼，于是就听从医生的指示去做手术。治疗慢性青光眼呢，我们传统上都是用眼药水啊药物来治疗，控制到个眼压，等那个眼球里面的神经组织不要继续受到损害。但是如果藥物啊都冇辦法控制到個眼壓嘅時候咧，眼球嘅神經組織繼續受到損害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考慮做手術啦。慢性青光眼咧，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眼球裏邊嗰啲水流出嚟咧係受到阻塞。咁我哋嘅手術就係咧喺個眼球上邊咧開一個人造嘅通道俾佢，俾啲水流咗出嚟，唔好再壓住隻眼。咁我哋做咗一個通道俾佢，等啲水流咗出嚟，防止佢繼續損壞個眼球嘅神經組織，但係個手術咧，做完之後咧，唔係一了百了，可能咧嗰個通道咧又再塞翻嘅，即係有呢個咁嘅可能。咁所以慢性青光眼咧，基本上都要長時期咁樣睇住眼科醫生嘅。另外一個眼睛嘅無聲殺手就係糖尿病眼疾。Patricia 同蔣幼谷都係呢位殺手嘅受害人。他们的经历或者可以帮我们多些了解这一位杀手的行事方式。我妈妈就有了糖尿病就超过20年了，就因为眼底的出血就令到她去年这只眼做过手术之后就都是一样看不到东西，在一个礼拜前她这只眼就再做过手术，现在的效果是挺好的。我就是糖尿病的，咁咧就不嬲咧就都有睇開醫生啦，因為佢話要 check 住對眼。咁最近咧發覺，即係忽然之間有塊膜遮住咁啊，咁我初以為眼鏡蒙啊，點知剝咗眼鏡都係有啊。咁啊，所以去睇醫生咯。咁佢話我眼底出血就要做激光。咁其實我以前都做過噶啦，今次係第二次咯。咁而家做咗個零星期到啦，咁啊希望呢次做埋唔使再做。糖尿病又係影響到眼嘅菲林視網膜嗰啲微絲血管，呢啲叫做糖尿病上眼，即係話影響咗視網膜嘅微絲血管啊。初期嘅時候係完全冇感覺，個病人咧隻眼又唔會紅，又唔會腫，又唔會視力模糊嘅喎。但係咧，當糖尿病入咗眼嘅話，即係影響到啲微絲血管啦，影響啲微絲血管膨脹發大，跟而漏啲血漿出嚟。如果漏咗血漿出嚟嘅時候咧，就會染污咗嗰啲視網膜啦，咁即係一個影相機，好似幅相咁樣，你灑啲水喺度咧，有一笪笪係蒙咗嘅。咁嗰陣時候咧，會見到啲病人見到一笪笪咁蒙咗，但係都會不覺為意嘅。中央嘅視力仲係可能好好嘅添。但如果都唔理佢嘅話，呢啲咁嘅微絲血管膨脹發大漏血漿，跟住就爆裂。一爆咗嘅時候咧，成隻眼入邊都係充滿血。充滿血嘅時候，病人就睇到啲嘢蒙叉叉，突然之間好多飛蚊出現，跟住就一片模糊咁樣，係好得人驚嘅一件事。所以出咗血就唔做得激光，就要等佢啲血自己吸收。如果等得一頭兩個月咧都唔吸收嘅話，就要去做個手術。我哋今日做嘅手術咧就係呢一個手術，就係喺眼側邊呢度整幾個好細嘅針孔，將個一支針管。咁樣嘅儀器咧，伸喺個玻璃體入邊，慢慢佢
啜下啜下少少嘅玻璃體呢啲染污咗嘅血體咧，慢慢嘅抽咗出嚟，抽咗出嚟嘅眼球咪攣咗入去咯，咁唔得噶。咁你同時間咧用啲生理嘅鹽水咧，你抽咗幾多又注射翻幾多生理鹽水去補充嘅，同時間攞清楚睇到佢邊度出血啦，再用一支激光擠喺眼入邊咧做眼內激光，即刻砍死嗰啲膨脹發大或者流緊血漿或者甚至爆咗嗰啲血管。咁就可以一路永壓。喺呢度咧，好多謝何醫生同我哋講解第二個殺手，就係呢個糖尿病上眼啦。咁今日我哋亦都特別請到何醫生嚟為各位觀眾解答佢哋嘅問題嘅。歡迎你啊，何醫生。歡迎啊。咁啊，大家有咩問題？關於你青光眼同埋糖尿病眼疾咧，隨便發問問題啦。邊位有問題㗎？啊，米先生，米女士，請你講啊。如果我係糖尿病嘅病人咧？可以控制到血壓病，咁可唔可等於控制到眼壓咧？糖尿病咧入眼嘅時候咧，未必一定係影響眼壓嘅。當然咧，一定要控制血糖同埋控制血壓，咁咧就能夠好多時候咧能夠防止咗佢咁活躍或者咁快入咗隻眼，呢個好重要嘅。嗰啲糖尿病人咧就話要做一個眼底嘅檢查，到底係咩叫眼底檢查？點做法嘅咧？如果睇到個視網膜咧，要用好特別嘅儀器。第一件事一定要放瞳孔咧，一定要放得大，要用啲藥水啊咁樣放大個瞳孔，同埋有啲好強嘅光同埋特別嘅儀器，我哋先能夠察覺到啊個眼底嘅情況係點樣樣嘅。所以做詳細嘅眼底檢查，尤其是有糖尿病嘅病人，一定要定期嘅做眼底嘅檢查。在第二部分，我們就會暴露第三個無聲殺手了。一陣回來見吧。根據統計，香港大約有1%至2%的人口患有不同程度和類型的弱視。而弱視呢一個眼疾，亦就係我哋今日要曝光嘅第三位眼睛嘅無聲殺手。可能唔少人都忽略咗兒童喺成長過程之中視力發育，亦都係相當重要嘅一環。所以有唔少兒童喺大咗先至發覺有弱視，但係如果喺7歲之後先至發現患上弱視而開始治理，根本係冇辦法治療嘅。咁弱視到底係咩一回事呢？我哋揾出點解佢會有弱視先啦。譬如有啲細蚊仔斜視啦，有啲細蚊仔白內障啦，有啲細蚊仔青光眼啦，或者有啲細蚊仔咧一隻眼冇乜近視，一隻眼好深近視咁樣。咁有鼻有視嗰隻眼咧就會弱視噶啦。譬如做個比喻啦，一個細蚊仔出世嗰陣時就有兩隻眼噶啦，咁兩隻眼咧就有兩條視覺神經噶啦。咁佢咧就會鬥快咧去到個腦嗰度去發展佢個視覺神經嗰度嘅。咁樣點樣可以發展佢哋嘅視覺神經咧？佢就係靠佢哋收集嘅信息啦。咁譬如一隻眼收集信息強啲，一隻眼收集信息弱啲咧，咁強啲嗰眼咧就會跑得快啲，咁啊快脆啲去到個腦嗰度噶啦。咁變咗咧，跑得慢嗰隻眼咧，慢慢咧，因為佢睇嘢睇得唔好，就唔會用噶啦。咁佢唔會用嗰隻眼咧，佢直情就去唔到終點添。李醫生啊，唔講唔知喎，原來兩隻眼咧，大家都會互相競爭噶喎。係啊，咁所以爭輸嗰隻眼咧，我哋叫佢做懶惰眼，即係 lazy eye。咁呢隻懶惰眼，佢一路路又拒絕睇嘢咧。咁慢慢佢嘅視力就越嚟越弱噶啦。嗱，懶人我係見得多啊，都有辦法可以逼佢做嘢。咁懶眼睛可唔可以逼佢睇嘢咧？咁啊，專家即係專家，因為專科醫生實在可以用好簡單嘅方法咧，就監呢隻懶惰眼去睇翻嘢嘅。咁我哋點樣鼓勵發育得慢嗰隻眼快脆脆跑到去個終點咧？通常最常見嘅辦法就係遮住嗰隻好眼，咁咧就谷嗰個病人咧，就用嗰隻弱視嘅眼。咁啊，弱視眼咧就可以慢慢發育，卒之去到個腦嗰度啦，佢啲神經線咁樣咧就睇得比較好啲啦，會。佢兩隻眼都有啲問題噶嘛，咁而家咧就要拎起我拎佢隻手嘅，嗱個眼飛咗出去，飛咗出去隻眼咧就自己會走翻入嚟。望住隻手指好唔好？嗱，而家遮住嗰隻眼咧就向外斜嘅，望住啲身，但係拎起咧叫佢睇翻佢先，飛翻嚟中間睇翻嘢。所以點解遮眼咁緊要呢？就因為咧，我哋就要鼓勵佢用另外唔用嗰隻眼。即係可以康復噶咯喎！可以，佢好大機會康復噶佢。阿雷雷咧就兩隻眼都有啲斜視嘅，咁如果唔理佢嘅話咧，就會變咗弱視嘅。咁其中佢兩隻有斜視嗰方面咧，就左眼咧就比較嚴重啲嘅。
咁上次睇佢咧，就佢即係左眼斜視好犀利啦。咁但係你而家開始咗遮眼之後咧，佢而家今日啲眼直翻好多啦，已經係咪？你自己都覺得有進步㗎，係咪？阿仔仔咧，佢就因為隻右眼有白內障，咁所以咧又變咗懶惰眼。咁就懶惰眼咧，佢唔用嗰隻右眼咧，所以變咗有啲而家有啲豆雞咯，隻眼走咗入去。咁而家白內障嗰度做咗手術，咁個手術都好成功。咁我哋同埋幫佢檢查埋個眼底，個眼底都好正常嘅。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如果咁佢因為左白內障，所以戴翻眼鏡咧，咁你可以見到佢個眼鏡眼鏡片好厚嘅。咁樣咧就睇嘢會大細，有啲鴛鴦。咁但係咧，所以咧，我哋而家要盡量咧遮住隻好眼，培養佢多啲用翻做咗白內障嗰隻眼。嗱，唔好喐，戴翻先，係。咁戴眼鏡之後咧，佢唔係話即刻睇翻到嘢㗎，都要俾時間佢培養翻隻右眼。個 B B 遮眼有咩問題啊？係比較敏準啲咯，同埋即係佢成日用個手去搲對眼鏡咯。而家變咗咧，最大問題係喺你哋嗰度啦，就係好難抽佢，因為康復機會好高下嘅，因為佢手術做得早啊，家長就係咁買過我哋噶啦，係啦，冇辦法啦，辛苦啲都要噶啦自己。而家又係答觀眾問題嘅時間啦。又要麻煩何醫生咯嚇。有咩問題請你講啊？個細路仔本身咧冇豆雞啦，又冇斜視啦，咁表面上咧對眼都冇乜異樣喎，咁會唔會有弱視嘅咧？都會有弱視嘅，大部分嘅弱視咧都係因為嘅斜視所引起，但亦有少部分嘅弱視咧就係因為兩隻眼嘅屈光，即係個度數唔平衡，即係點樣？一隻眼或者一隻眼平光唔使戴眼鏡，第二隻眼有高度近視，咁嘅時候都會引起弱視嘅。咁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及早發現呢？及早發現咧，當然啦，你要睇下個細路仔嘅視力嘅表現係點樣樣。如果細路仔成日係蒙起隻眼睇嘢啊，或者係淨係側起個頭睇嘢啊，或者將個書本拎到好近啊，這個咧多多少少都係有啲問題㗎啦。咁但係大致上嚟講咧，一般嚟講啊，你唔可以喺細路仔嘅行為裏邊知道佢隻眼有冇視幹，所以一定要係喺在佢發育嘅期間一定要睇醫生。我想問下何醫生，斜視同埋弱視係咪一樣嘅？咁係咁，過咗八歲之後會唔會係好難矯正嘅咧？弱視同斜視唔係一樣嘢。弱視就係話一隻眼係睇到，第二隻眼係好完整嘅眼，冇病嘅，但係睇唔到嘢，呢叫弱視。弱視即係話好似一個錄影機冇插插蘇，冇同個電視有聯繫，咁你冇影像，呢叫弱視。但係弱視嘅成因就因為斜視而引起弱視。但係頭先另一個觀眾咧亦問過，就係話。如果兩隻眼唔平均啊，即係一隻眼有近視，一隻眼冇近視，一隻眼有散光，第二隻眼冇散光，亦可以構成弱視。構成弱視咧，仲有其他好多種原因嘅。咁不過咧，係斜視係構成弱視嘅原因嘅一種咁解，係兩樣嘢唔同噶。斜視可以做手術就矯正咗，但係弱視一定要遮眼。弱視一定要喺八歲之前一定要醫，八歲之後就冇得醫。斜視幾時醫，幾時都會成功。最近有個朋友就話我仔隻眼有啲問題，就好似係斜視或者係弱視。咁我唔知道點樣可以分到佢係斜視啊，抑或係弱視。咁可唔可以請阿何醫生講一講咧？小朋友喺咪度啊？喺度。小朋友，埋嚟俾我睇下。你好。小朋友幾多歲啊？六歲。六歲，嗱，而家睇住啊，嗱，你望住我鼻哥好唔好啊？嗱，你睇住我鼻哥，住鼻哥，睇唔睇到嘢啊？咁樣見唔見到我啊？咁樣咧？眼眼蒙咗啲啲。即係左眼蒙啲係嘛？即係右眼就清楚㗎係咪？嗱，就咁樣同佢做一個初步嘅檢查咧，就發覺呢位小朋友六歲啦，佢冇乜斜視喎，佢隻眼係相當直嘅。但係佢隻右眼睇得清楚過隻左眼，左眼係蒙啲，所以我建議咧，你就最好就帶佢去睇你嘅家庭醫生啊，或者眼科醫生啊，或者兒科醫生啊，做個詳細嘅視力嘅檢查，甚至眼底嘅檢查都要需要做嘅。咁睇下佢係咪一隻眼有近視，或者一隻眼散光，而第二隻眼係好嘅，或者有冇其他嘅眼嘅問題啊？呢個要盡早啦，而家六歲㗎啦，所以如果要醫弱視咧，要及早要醫治嘅。而家又係要講病人權益嘅時間啦。今天要講的就是病人是有權決定你參加抑或不參加醫學研究的。很多醫院尤其是教學醫院
時時都有啲醫學研究進行，有啲臨床嘅研究。咁醫生咧就會向你詳細講清楚研究嘅詳細情形。咁之後你就有權決定參加亦或唔參加呢個醫學研究。如果你參加嘅咧，咁你對於將來嘅醫學進步，你都有貢獻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不過喺結束之前咧，我哋一齊聽下郭醫生同佢講下喺乜嘢情之下，你需要帶你哋啲小朋友去睇眼科嘅。細路仔咧就有好多種眼病嘅，咁因為佢哋唔識講嘢嘅話咧，變咗喺發覺佢哋眼病嗰方面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譬如尤其是係一歲以前嗰啲細路仔咧，佢哋完全就根本唔識講嘢嘅。咁就我哋點發現佢有眼病咧？通常咁第一，我哋留意一下佢有冇斜視啦，有冇豆雞眼嗰啲啦。咁第二，我哋可以睇下佢個眼球上面有冇啲白點啊。譬如一隻眼個眼黑眼珠度會唔會有啲白點喺度啊？咁我哋驚佢有白內障噶嘛。咁另外咧，譬如我哋睇佢角膜咧，會唔會一隻眼就青，一隻眼就濁啊？咁樣一隻眼濁嗰啲，我哋會驚有青光眼噶嘛。咁另外我哋又會睇佢係咪成日流眼水啊、有眼屎啊、成日捽直眼啊，或者啲眼神同你又冇乜接觸喎，過咗三個月都係每日望住你笑啊咁樣，隻眼就成日自己碌嚟碌去咁樣，好似定唔到個焦點嘅。咁嗰啲可能會有啲好嚴重眼病都未定。咁呢啲就要留心一下啦。咁到到個細蚊仔大啲啦，譬如一歲或者兩歲識講嘢嗰陣時咧，咁我哋要試下佢會唔會隻眼一隻眼睇得清，一隻眼睇得朦啊，有冇痛啊，咁有冇痕啊，咁嗰啲，咁嗰啲情況咧就幫助好大啦。佢識講嘢之後就醫生與你之言點新希望大行動第二次勸捐器官活動，定喺1月16日星期日上午9:30喺尖沙咀九龍公園舉行，歡迎市民踴躍參加。